哎呦喂，别催了，别催了，祖宗们，你们要的草莓奶球它终于来了。之前不是不想做，而是因为它真的太火了，总觉得一般的草莓奶球怕是已经满足不了你们的小心思了。于是我一直在想，怎样的草莓奶球才能更吸引人呢？直到我看到了这个，于是由我蔚为独创的流光草莓奶卷就诞生啦。关键呀，还是这流光皮的制作。倒入模具中，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，而我们，嘿嘿，只需静静的等待它凝固就可以啦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用蔬菜刀切出一个薄薄的薄片，包着我们的草莓球就可以啦。哦不，这应该叫草莓条了吧？看这成品的样子，感觉还是有点贵的。所以你觉得味味版的流光奶香草莓卷挑战成功了吗？这里是时光之味，我是味味，我们下期见。